2020这些典型的代表性的装备参展之外，活动中我们设置的模拟空战、加油编队飞行、空降突击等科目也都源自于空军一线部队的日常训练内容。这样的内容设置充分体现了空军部队作战能力的整体提升和空军官兵苦练精飞的实际成效。